早安，又是一个美丽的早晨。哇，云顶好舒服啊，这里的空气。要去找早餐吃。我们来这里吃早餐，昨天看到这里不错的，所以今天倒回来这里吃早餐。我们来这家的那样不错，价钱不贵。这边很少人行来着，所以它价钱不高，可以来这里吃啊，没拉样。但那是的嘛，一 set 加水9.9。是了，这个就是我们订的。跟水果的那些了吗？这里吃不错，鱼还是14.9。它的饭很香啊，看到。那是嘛，加一杯水，9.9。这里吃东西还有免费的汤，你赶紧拿汤哦。这就是免费的汤，不错的，那是嘛，好吃，临近。它的地址在这里啊。就在娱乐场上面第二楼，这里比较偏僻，没有人的，就是这一家的那样。吃饱了，可以进赌场逛逛喽。赌场那么多人哦，上面也很多人哦。水哥在看人家赌博。生意很好啊，下面出去喽。云顶给的免费房间。如果自己租一间要1300多。
又送房间，又送维他命 C。冲凉房也很美哦。云顶好舍得给啊。哇，外面空气很好。好多人啊，云顶。云顶请吃的。到延庆了，吃饱喽，吃饱喽。进 VIP 喽，这里是 VIP， 这里是 VIP， 我敢敢当啊 ，VIP， 没有生意啊，这边有麦肉好喝啊。这里也是一样啊，也是上了年纪人的天堂，这么爽。出了出了，进来拍拍照拍拍视频就出去了，出去了出去了，记得离开这里啊，要离开这里啊。我们又来云顶上面的赌场，旧赌场，旧赌场没有人哦。我们在赌场里面玩手机啊，这里要比赛哦，爽，他们在玩，我一手才买9块钱而已啊，9块，哈哈，啊，谁胡也不中，有中四号哦，小赌怡情啊，一手买9块钱而已啊，哈哈。不要玩了，离开赌场了，输了50块，还是出来吹吹风比较好啦，好舒服哦，这边天气，去外面吹吹风，哇，这么爽，赌博没这么容易玩的，云顶来吹风是最爽的，没有赌就没有伤害啊。好舒服啊，这里的空气，哇，你看云顶的风好冷啊，空气才18度冷，这5只脚很可怕的，好冷好冷啊，20度，哇，这里的鲤鱼好肥耶，
冷好冷啊。哇，下雨咯。现在好像在冷天的地方哦。这花好美，这里有 SPA。这里是根丁 Grand 酒店，云顶最高级的酒店在这里了，根丁 Grand。根丁 Grand。哇，外面好爽啊，冷冷啊。哇，好爽啊。哦，好冷好冷。现在是4:30，下午。这是根丁 Grand 酒店。停下车。要去 Starbucks 喝咖啡吗？你说我们来 Highland 酒店这里喝咖啡， Starbucks 喝咖啡。这样的天气来喝一杯热热的咖啡， Starbucks 1磅。哇，这么冷的天喝 Starbucks 好料啊。两杯 Starbucks 要42块。这个不是银顶请的啊，自己给钱的啊。冷天来一杯，不是咖啡，是 hot chocolate。今天我们赌就这样大罢了，赌注5块钱也有，25块有，100也有，输赢不上下200块就对了。我们要去吃晚餐。这海伦酒店很美啊。没有云了。又不一样了，好美啊。今晚我们要吃加利鱼头。Malaysia Food Street 里面有一档加利鱼头，很好吃的。这里没有用现金的，要充值卡。好多人在排队啊，加利鱼头，著名的加利鱼头。哇，好好生意啊。好的咖喱油，
哇，路上慢着哦。啊。生意好好啊，在家里头。这么的是 Food Street 的嘉里芋头，很多人吃的，排队呀、啊。地址在这里啊，嘉里芋头60块涨价喽，以前是59块而已。排队的嘉里芋头。哇，好快就轮到我们了。很好吃啊，在家里，临近。咖喱太香太好吃了，老饭。干干净净啊！我们吃到，哎呦，干干净净，临近，那边还在排队了，吃了半个小时，排了半个小时。去金巴。每次来营顶都很少来到这个地方嘛，今天是特地过来拍 Arena of Star。 在营顶看演唱会就在这里，里面就是厅吧，今天6点就关门了。缆车还在走啊！哦，这里去跟定 Skyway Hotel。这 Skyway Hotel 就是以前的厅吧来的，厅吧 Hotel。Skyway Hotel 改到这么美了， Skyway Hotel 这么美，这是 Skyway Hotel。Skyway Hotel。我们行下去看这里有卖什么东西。
这边 van 车也卖东西哦。在这里望下去可以看到吉隆坡。吉隆坡。路边还有卖菜啊。那里就是吉隆坡。这里是营亭的员工的宿舍来的，所以刚才那卖菜是卖给他们，卖给那些员工。营亭我们走到不会走了，走到外面来找东西拍给你们看。以前这里是一个花园来的迷宫，现在没有给你进了，把门锁起来了。我们又行回来了 Skyway Hotel。风好大，好冷啊，好爽啊！差不多整个营顶都给我走完了，我也找不到地方拍给你们看了。这里应该是唯一的最后一个吧，可以去拍的地方我都去拍完了整个营顶，所以接下来就是拍他的饮食，每一家去拍他们的饮食店。在营顶有很多便宜的饮食店啊，非常竞争他们的生意。又回来了 Skyway Hotel， 好可爱的大象。这里是 Theme Park，进里面玩的。对面是 Skyway Hotel， 这里是银星机场。这里的晚上好美啊，天气又很冷。这里有一家 Hilltop Roaster， 它的香蕉好料哦。哦，三条六块，两条三块八，哇，香蕉也这么贵。很多蛋挞。哇，这个还卖燕窝。这里还卖啤酒，这里卖的啤酒也不会很贵啊，一罐11块。走到没有力啊，来喝苦茶。两杯苦茶10块，没有力了，拍视频拍到走路走到脚软了，坐在这里喝苦茶。如果说我是我跟水果两个是烂赌鬼啊，根本不可能这样到处去拍视频啊，所以证明我们这没有烂赌的。就是这个甘尼拉布，晚安，我在喝酒喽。晚安，晚安。